日同 Charles 自己报名嚟到 Centerport Raceway 嘅 Drift Day。呢度本身系一个直线加速赛嘅赛道，同其他赛道嘅规模有啲唔同。佢位于 Milton Keynes 嘅东面，伦敦向北行一个半钟头就会到达。同 Track Day 一样，只系需要买飞就可以入场。不过 Charles 嚟到已经被人认得出，作为世界级嘅职业漂移车手，参加过 Formula Drift D1 RDS。基本上是一定会被人认得出的。 Charles 这两年集中在俄罗斯和欧洲参加职业级漂移比赛，冬季就会留在英国练习。我现在形容你是 NBA 球星就去打加场。你像不像是 NBA 那些球星来打街场？像啊像啊，个个都默默跟着他咯，我就是这样跟着他。劲啊，你看到几多拖车，起碼都廿幾三十架拖車，係每人都係拖架車嚟，再拖多十套八套梯喎，好熱血啊！佢哋几多啊？要头先四十啊，而家降到三十啦，差唔多啦。即系你明明喺日本系好有规，好有规律咁样。咁我日本都见过表演嗰啲，系，但系佢哋识噶嘛？而家系屌个个都唔识啊！头先仲搞笑，一开波咧，佢有个 sighting lab， 即系你出去睇下个场，慢慢揸。跟住谂紧，我唔知咩事嘛。跟住之后我就系见到咧。打橫五六部車，仲要係好多車一齊慢慢衝出嚟，好似 M 一啦，塞緊車咁啊！作為職業級嘅漂移車手，嚟到呢度可能有啲大嘅差距，就好似呢度嘅本地車手都會感受到一啲壓力，同唔同車手追走，推下又一架，推下又一架。哦，炒咗！陣間你嘅對手係三一六，冇錯，我哋用依個原裝嘅三零，跟住之後再依個嘅周圍跟下嚟咯，睇下點啊！咪睇笑呢啲三一六 I 啊，可能係全場最 top 最快嗰幾步，不過。都會 overheat 嘅。呢架嘢嚟 OK 啦，原裝嘅計，跟住但係佢加咗氮氣。你見到後面呢度有支嘢嘅，你可以影一影。啊，氮氣，但係而家就冇，即係冇裝氮氣，所以就都係原裝買嚟。即係有減下避震啊，角度套件啊，但唔係好大嘅角度咯，即係大少少。跟住啊，焊死咗後面嗰個 LSD， 即係香港叫 Power Lock 啦。跟住就係咯，啲胎都係用翻啲扎胎225後面。咁啊，差唔多喺呢度夠噶啦。頭先已經同好多人 tandem 都喺呢度門嗰度，所以 OK 應該。拆得到嘅都拆曬喺度門，屌屌揈嘅啲嘢都係。最搞笑你係即係追走追得近嗰陣時，前面嘅車
濺咗好多水上嚟啦，睇唔到。跟住你睇唔到，瞬間你又要轉波，有時三波落翻二波，跟住要拉手掣，同時間再開水撥咯。幾正啊！翻翻去以前呢個 grassroot 嘅草根漂移啊！點解 Charles 星咁講呢？大家睇下呢度嘅參賽車，絕大部分都是幾萬元甚至幾千元的美陸車，再加基本改裝，就好像 E36 的 316i、318i、325、330。E46 的320、330，還有 E92 的325。 JDM 組有 2J2Z 的 Chaser， 日產的 S13、 S15、 S14、 Skyline R33 GTS、 EZ33 Fair Lady 和萬事德的 MX5。其实这个302 set 我们都是前一天才买和即时改装。Oh shit. 唉，油都起埋。咁啊，呢度有个 shop 啦，你可以买精品啦，登记做车手啦。咁跟住咧就有个热狗店啦。除了個大牆咧，側邊仲有兩個細牆嘅，咁啊，你可以喺呢度做練習啦 ，warm up 平台啦。同所有賽車場一樣，廁所都係好惡劣嘅，好臨時、好惡劣嘅廁所。揸 MX5 個女仔，自己換胎，自己整，係鋼線都出埋嚟，佢哋先換胎噶，好慳地啊！剛才這輛車好像爛過雞髀，全部都是職場自己搞定。這裡有一個職場換胎的車，有幾個技師在這裡有換胎。Hi， 如果想參加 Centerport Raceway 的 Drift Day， 就要留意他們的 website 和 Facebook。车手券大约是110磅英镑就可以玩足全日，如果参观的话只需要10磅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，不用入会，没门槛的。下一集会继续带大家周围去玩车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